那个最近呢，发现身上又出现那个颗粒物质了啊，颗粒物质啊，这个是看到那个圣母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，从墙上下来了啊，墙上下来一个蹑手蹑脚的在走路啊，蹑手蹑脚的在走路啊，圣母玛利亚，在蹑手蹑脚的走路，这个时候看到奥巴马了啊，又看奥巴马啊。那他们以前已经瘦了很多了啊，瘦了很多了啊，现在做事情他是魂不守舍的啊，魂不守舍的在做最后的挣扎。那个圣母玛利亚左手拿着一个戒尺一样的啊，蹑手蹑脚的下来了啊，正在这个时候看到那个奥巴马在一个密室里面在策划事情的时候，那个圣母玛利亚，嘣，戒指一下子把他头给打了啊！更，一直打一个，然后那个圣母玛利亚在那边做了一个自动打的一个章子啊，自动一个接打的章子，做完以后，他悄悄的就走了，现在那个，这个之前呢，就把那个，圣母玛利亚又回到上面啊，走之前他把那个击打杖子就挂在那个奥巴马的那个这个地方啊，插在后皮带到那边啊，就竖在他里边啊，那么这个打的杖子一直在打那个打那个奥黑的头部啊，现在也就是说奥黑走哪里啊，一直被打啊！那圣母玛利亚干的啊，圣母玛利亚干的啊！一个杖击打杖子，就插在他的那个后面那个皮带里面啊，然后这个就自动一直在跟，一直在打那个奥黑啊啊啊！我只能是告诉圣母玛利亚说，干得好啊！说我干得好的，他下来，他们拥抱了一下啊。又回去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啊，再见。